接下来倒计时开始，十、九、二、四。所以你看那边已经很自觉地站起来了，你要从里面其中选一位出来与他 PK。 好，你已经赚了，你说唱四首歌，你这个在这个所有的人里面是唱最多的，很圆满，很圆满。等一下 PK 输了，搞不好还有可能再唱一首。对对，选 rap。 我的选择是最这边的这位。好好好，感觉他选 rap。 梁静茹老师，我需要。要不要卷卷头跟爆炸头一起 PK 的？哎，有一首我想选。明硕哥哥吧，好不好？要不要卷卷头跟爆炸头一起 PK 的？应该是蛮精彩的一场 PK。两位都是蛮开心的氛围。是的，是的。我就想选他嘛，因为一样嘛，想和他好好玩一场。你是根据发型选的吗？你一个大卷，一个小卷。